好的，挺好的，我觉得我很满意。那咱们再看一个，下一位刘先宁。刘先宁，好期待！在激励英雄会当中，有没有听到哪些选手的业务能力是非常强的呢？刘先宁姐姐，刘先宁，因为我们的舞蹈老师，跟他不是一个舞蹈老师，经常在我们面前夸他。刘先宁是我教的所有学生里面实力最强的那一个。田金凡，你是我教的实力最差的那一个。骂过我。教练们好，我是好好榜样的训练生刘先宁，我给大家带来的表演是 Switch Switch。 哇哦，你这两个就是会有比较的了。哦、oh, OK OK 好，加油。 They know what is what but they don't感觉就特别好，她就是那种女团的感觉，而且她的头发也会跳舞，第一次见头发会跳舞的人。美女甩头这样甩，我甩头。陆老师，我觉得舞台表演挺好的，我刚才看了好像你以前是有出道经验的对吧？对，能够看出来，能够看出来。因为刚才有一个细节，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？我一直在看镜头。对，刚才这个镜头在转的时候，他会眼神，眼对。对，舞台经验非常好，而且卡点力量我觉得都很 OK， 我专业，很专，对，是一个女团应该有的一个，至少是个标准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谢谢。到目前为止啊，就是很真心的，不管之前的舞蹈跳得有多好多打动我，但我觉得最适合女团舞蹈在这舞台上展现最好的是刘先宁。好高的评价，好高的，实至名归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刘先宁的舞蹈能力真的很强，而且他具备的能力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艺人，面对整个舞台跟机器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艺人。